高雄市德博会举办捐血活动，希望共结自他善缘。德博会举办捐血活动，期望号召善心人士热心捐血，行善助人并广结善缘。那我们德博会是长期以来就是以捐血活动这一方面作为主轴，那一直持续不断的在做这一方面的一个公益。那当然的，我身为理事长的我，也应该就是率领着我的志工们一直持续不断的来对社会做出这样的贡献。我们从1988年开始办捐血，到现在差不多有22年的时间了。那我们固定每一年有3次在海宝餐厅前办理捐血活动哦。今年这一次是我们第5次的捐血活动。这次捐血活动的赞助单位有那个高雄市那个香玉楼餐厅，还有我们交通大队，还有珊瑚礁登山用品行哦。而协办单位有高雄市走云轻商哦，博爱加油站，还有那个嘉义计程车无线电计程车车行哦。啊，因为我们赞助的厂商也很多，我们这边办捐血活动办了很多人啊，大家都一些热血的青年，还有一些教官团队都很赞助、很支持我们的捐血活动哦。德博会办理捐血活动近20年的时间，一年举办3次捐血活动，让血库不再有缺血的困扰。德博会为了让捐血人更有捐血动力，邀集许多中小企业出钱出力赞助捐血活动，期望大家能踊跃捐血。时方新闻黄慧茹、萧瑞峰高雄采访报道。捐血活动赞。